小时吧，一个小时哦，差不多要一个小时。哎，大哥贵姓啊？可以靠近一点，因为今天农忙哦，要赶着采收。请问贵姓大名？我姓黄。黄啊，哎，草头黄。大名呢？圣人的圣，祖宗的宗，那叫阿宗。可以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我帮你拿出来好了。没关系，直接搬出来哈。哦，现在都有改良，好用个小推车，这样比较不用说这样提的很重哈。这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己做的、啊，对，哦，自己的创意这样子，自己设计的。哦，这片园子都是你种的、啊，对，哦，种的这个成果很不错哦，大丰收，今年收成好不好？今年还可以呢，因为今年菜价早先前不好，哦，就是因为今年没有台风，嗯，所以先前不好，那等到这个十月份以后就变比较好。没有台风反而是比较不好啊，不好，但有台风反而会把这个农作弄坏、啊，因为我们。没有台风的话，它就没有灾情啊，风调雨顺，大家都大丰收，都这产量过剩，产量过剩，价格相对就降低一点低、哦、所以有时候来一点点小小风雨是还可以接受啦、哦、对，我们是可以接受。哦，那你除了种这个粉豆之外，你还要种什么？我还有种大黄瓜、番茄，还有高丽菜，种类也蛮多的哦。那你是七宝松山这边出生的？对，我在这边出生。然后这边的我们隔壁的阿嬷帮我接生。我、哦、是隔壁阿嬷帮你接生、啊。对，因为她以前是日据时代的接生婆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。因为这边来讲就是离的市区比较远啊，所以要到外面去生孩子是比较麻烦的。因为以前更麻烦，以前没有车子啊。嗯。我以前见到西堡这边是没有车子的、啊，有了。那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有公车，一天好像一班，对，哦，那来不及，好像因为有人可以接生就没有下山、嗯。所以你也是就读西堡国小了，对，你第几届的？我还记得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哦，我是六十几年入学。那你爸爸也是开路工人吗？对。哦，开路工人以前是，哇，那妈妈呢？妈妈是阿美族，在光复那边。哦，光复的阿美族这样子、啊。之前有听这个理事长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回来务农了嘛。对。那像你也是有在外面工作过再回来的吗？有，因为我们从国中开始到现在，就等于说都在外地了。嗯。然后到当完兵，在外地打拼一阵子，觉得说应该要回自己家乡，要结婚之前就回来。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是最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总是有人要回家里。对啊，其实现在有时候在外面生活，反而有时候白忙一场的感觉啊。对。也不会白忙一场啊，跑一趟花花世界，才会知道故乡最可爱。西堡人其实很辛苦，从国中开始就得离乡背井到外地求学，念完国中当完兵，因为山里长大的敦厚性情，有些人就是不适应花花世界，总觉得山在呼唤他们，于是村里就有越来越多归于回游的中壮年。早年的菜谱除了近年来健康有机的内涵，也越来越有现代化经营的样貌。大哥你好。你好你好。哇，看到这好多南瓜啊，这好漂亮。好，因为现在冬天了、啊，产量比较少。哦，大哥，你在切的高丽菜是吧？对，我在做菜。做菜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做菜就是我们从田里头砍下来嘛，嗯，然后要装到箱子以前的一个程序。嗯，哦，这等于是采下来准备要运出去了。准备要运出去了，要把有一些不要的部分哈、啊，把它。做个整理整修，哦，这就是刚采来的高丽菜哈、哦。对对对，哦，这个感觉不是很大一颗啊。这是有机的。哦，有机啊。对。然后我们那个高山的那个高丽菜就是比较有带一点点紫色，因为现在靠近冬天哈、啊嗯。对。那有受冻的关系，所以会带一些紫色，跟那平地种出来的颜色不太一样。慢慢你们就是用有机的栽培法在种这些高丽菜。对。哦，那这个跟以前有什么差别、啊？传统的话哈，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喷洒农药啊，撒那个化学肥，那、哦、那菜可能会长得比较漂亮，比较大。哦，对。欸、重量会比较重。嗯。那虫害的问题会比较少、哦。所以种起来可能稍微小一点点，或者说没那么漂亮，可是它其实是比较健康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消费者应该慢慢要改变自己的习惯，不要什么都要、嗯。
挑最漂亮的、最大的。我们吃的话，我们现在尽量也不吃那个有农药的东西。整个村子慢慢慢慢在改变这样子哈。对。那你总共种几种农作物？目前是种高丽菜、玉米、甜椒、南瓜。你现在开始在包装，待会是要运送到哪里啊？宅配到台北去。像你们这样慢慢已经改变的耕作的方法哦，那收入来讲有没有比以前好？有机的会感觉会比较固定。会比较抓得住，那那个惯性的话，有时候靠天吃饭哈，有时候台风来，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也有可能会血本无归。就我们不希望再像那传统一样，老一辈的他们也是撒农药哈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希望说未来能改变个形式，用那个有机的方式，可能会或走休闲的路线啊，让我们这个地方。未来才有机会转变，让大家吃的越来越健康。对对对，这样对环境也比较好，对人也比较好。是，大家应该多多采购这边的蔬果啊。一般那游客来这里的话，回去吃他们都说好，都说赞赞。程大哥回乡经营农场有好长一段日子了，初期种过水蜜桃，但猴子太多，人抢不过，他只好放弃。最近几年，国家公园似乎突然发现人文历史也应该保留，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开路农民，都是国家公园的资产。民国94年起，太管处推动生态旅游培力计划，和境内各社区合作。民国99年又委托经验丰富的民间有机农业机构辅导转型，西堡生机再现。第二代西堡人于是可以和父执辈那样，农闲的时候拿出好菜，聚在一块儿吃喝聊天。等一下，我们也会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吃吃喝喝，感受一下那样的生活。福寿山农场位于台中市和平区合欢山与雪山群峰间，海拔2100公尺到2600公尺间，占地800多公顷。是行政院退辅会的农场之一。由于季节分明，四时山林景观变换，春季赏花，夏季避暑，秋季采果，冬季赏雪。白天看山，入夜观星，相当受游客欢迎，是一座结合农业生产和休闲游憩的高山农场。棒哦，翠绿哈，好亮好亮，新鲜的，对，本寿，原味的哈，哦，开动了，来开动了，大团圆了，来，大家先举，大家先敬一下，谢谢啊，谢谢今天来的打扰你们，欢迎你，欢迎欢迎，谢谢这个帮我们这么好吃的菜，我听理事长说以前哦，每一家都会互相聚在一起吃饭嘛。对对对，那像我们今天有几个家庭在这边？有5个家庭，5个家庭哦。哎，老哥，哪五个？那边陈新珠，新珠这边，哎，这边张德辉，张德辉，陈一成，陈定礼，陈定礼，陈家，是工程的陈，哎，张秀信。哇，秀信姐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有5个家庭聚在一起啊，哦，是。我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秀信姐帮我们煮这么一桌丰盛的这个料理，这好菜现摘的哦，像这个粉豆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青菜，哇，还是挂在一根，这很棒啊。都有机的哦。这边那个芥菜，我们这芥菜很不错。芥菜哦，多吃一点，不会苦，真的。这个一定要吃的，哇。你是什么挂菜排骨？挂菜排骨鸡的。你看这青菜啊，都是现采的。很棒的，高丽菜干呐，也有高丽菜干呐，哎，这个有机的哦。哦，有机的哦。哦，这汤很棒哦。哦，这很鲜啊。哎，你一个一个介绍吧。这个是东升南瓜。这个。